大家好，我是纽辛达教育移民顾问 Monica， 主要是负责留学和技术移民业务，经手过大量的堪培拉州担保移民以及澳洲签证和学校申请案例。最近呢，有不少同学都很担心，因为疫情打乱了自己原本的计划，包括签证啊、上学啊等等。所以今天这场讲座主要是帮助学生群体来答疑解惑，聊聊疫情之下学生签的应对之道。今天的内容呢，主要包括以下三点。首先呢，我会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的延期 defer 课程之后，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学生签证？那么如果你正在选择线上远程 online 课程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将来申请毕业工签，以及目前政府和学校给到学生签类别的补助金有哪些，以及如何领取？最近就是会经常接到学生的问题，我现在 defer 了我的课程到下学期七八月份了，那我还可以继续持有线下的学生签证待在澳大利亚吗？要解答这个问题呢，首先呢，大家应该是都知道学生签证是有一些附带的签证条款的，比如上课期间打工不能超过40个小时每两周，在澳期间需要持有有效学生保险等等。其中呢，有一个条款叫做8202，是要求学生持有学签在澳大利亚期间必须注册全日制课程，也就是说必须持有有效当前的 COE。 而根据澳洲移民法，如果境内学生的 COE 被学校取消，而学生又无法提供一个近期入学的有效 COE 的话，是属于违反8202条款的情况，学生会面临学签被取消的风险。但是因为最近疫情的特殊情况，澳洲移民局也出台了相关的应对方案，如果学生在澳大利亚境内学习状态有所改变，是不需要通知移民局的，并且在提出另一个签证申请或者在签证到期之前，现有签证是仍然有效，如果推迟学习计划，签证状态也将保持不变。所以我们是认为移民局目前的态度是，由于疫情导致目前的情况，一定程度上也属于是同情且不可抗拒因素，在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因为没有当前有效 COE 这一点而取消学生的签证，但是为了更为保险起见，我们是建议学生在 defer 你们的课程之后，尽快向学校再申请一个更新后的 新的 COE。而 defer 课程到七八月份的同学，理论上你们是还需要再续六个月的签证来完成你们的学习，所以拿到新的 COE 后就可以向移民局申请新的学生签证。而对于目前还在国内的学生来说，如果你们目前已经是持有学生签证的话，可以选择等禁令解除入境后再用新的 COE 来续签。而对于目前没有签证可以入境的学生来说，由于当前疫情和旅行限制的影响，仍在境外申请的签证都被推迟审理，并且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个普遍性情况，所以即使向移民局催签，目前是不会有任何实质性进展的，所以也只能建议这部分的同学耐心等待签证结果了。那目前正在进行远程或者是线上网课，会影响到学生将来申请工签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需要先向大家解释下申请工签必须要满足的一个必要条件，也就是澳洲两年学习要求。 Australian Study Requirement 概括来说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是需要完成 CRISCOS 注册时长92周以上的课程，92周学习时长可以由单个课程或者多个课程去拼凑，注册课程超过92周即可满足条件。第二点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学习时间不能少于16个月，也就是说学习期间至少有16个月是需要 physically 待在澳洲的。
而这个16个月自然月的算法呢，是从课程 lecture 开始时间到考试成绩公布的时间，大家可以根据 completion letter 完成信上的时间来计算，看看在此期间是否有在澳大利亚待满16个自然月以上。所以根据这一点，如果这学期你是待在国内上远程课程的话，那么很抱歉，这段时间的学习是无法计入到16个月澳洲境内学习里的。在这里可能主要影响的人群呢是2年 master 的学生，如果你们在2年学习中有6个月是在国内上远程课程，并且呢其余在澳洲学习时间寒暑假呢又频繁回国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让你无法满足这个条件而导致申请485签证。而如果是目前在澳洲境内上网课的学生的话，只需要 online 课程的学习时长占比不超过总课的 25%， 上网课的这段时间还是可以计入澳洲的16个自然月里的。当然同理，如果有学生利用 online 上课期间出境旅游或者回国的话，那么也是不能去满足这个条件。截止到目前为止，澳洲联邦政府、各州政府以及多所大学已经陆陆续续在为因疫情影响而陷入经济困难的国际留学生出台各项政策，提供各种补助了，以帮助到生活学习受到影响的留学生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刻。比如像澳国立 ANU 就为在校学生提供了总值1500万澳元的补助，而堪培拉州政府呢则为临时签证持有者和留学生提供45万澳元的补助等等。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点是，因为这些补贴是针对疫情影响而造成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的，如果你之前本来就是没有工作和收入，且大部分都是靠父母资助的话，或者你的银行账户里还有大笔的存款，或者是你目前有工作，而且你这个工作其实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影响，那么这些补贴呢基本上跟你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同学们还是得根据实际情况去慎重考虑。然后因为今天针对的是主要是咱们堪培拉的学生，所以我会着重讲一下跟我们 ACT 学生相关的一些福利。如果群里有其他外州就读的学生想要了解与你们本州或者学校相关的政策的话，之后可以扫我二维码咨询。截止到目前为止，澳洲联邦政府在疫情期间给留学生展示的诚意主要就是可以为在澳洲留学第二年或者更久的学生领取高达10000澳元的养老金，并且这笔提前领取的养老金是免税的，你们现在就可以申请了，然后截止日期呢是2020年6月30号。那么提前领取的条件呢主要是包括以下3点。第一，首先你本人自己之前是需要累积有养老金的，养老金呢是在你工作的过程中去不断累积的，如果你没有工作或者没有缴纳过养老金的话，是没有办法去申领到的。第二点呢，你必须持有学生签证超过12个月，因为第一年的学生申请学生签证的当下本来就是要起码能够承担第一年的生活和学费，也就是说国际留学生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在澳生活和学习的话，是不满足这个学生签证的申请条件的。所以在这里政府的态度就是从第二年开始才符合提前领取的条件。第三点呢，依照官网的说法是需要你目前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已经无法承担基础的生活费用。这里的无法承担基础生活的费用呢，我的理解的意思呢就是目前的经济状态是属于一个入不敷出的情况，就是生活上基本上要揭不开锅了。申请领取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首先呢你就先登录 MyGov 账户后进入 ATO 的页面，然后直接选择这个 COVID-19 的这个点申请，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填写勾选个人信息和银行信息，整个过程也就大概1分钟左右吧。申请成功后呢大概是3到7个工作日前就会到你账户上了，
但是呢，在这里要温馨提示的是，毕竟养老金的主要目的是保障以后的退休生活，所以目前在这个节骨点上提前领取养老金各有利弊吧，请大家就是斟酌一下自己的情况，或者是咨询专业的理财人士再做决定。我个人是认为，如果未来毕业是打算回国发展且短期内不会回澳洲的学生来说，这个时间段把养老金取出来倒是可以省下不少税金。但是如果将来是有长期留在澳洲打算的学生的话，还是依照个人的实际情况做一个慎重的考虑。像以往澳国立通过 ANUSA 和 PASA 为同学们提供的经济支持一样，这次呢，澳国立再次为所有的同学，包括国际留学生提供疫情方面的应急资金，主要是设立了两个不同类别的补助金，一个是 AEG， 受众人群为 ANU College 的学生和ANU 的在读本科生，最高可获得每年750澳币的补贴。另一个呢是 CEG， 面向的是 ANU 在读研究生和博士生，最高呢是可获得2500澳元的补助。补助涵盖的内容呢是有不可避免的一些医疗开销呀、住宿费呀、短期生活开销以及医疗相关的紧急旅行费用，但是不可用于学费或学杂费、委托费、服务费、信用卡或其他债务偿还以及一些不必要开销。具体哪些人可以申请以及如何申请呢？大家可以详见我们堪培拉同事 Sarah 的公号文章，希望呢可以帮到大家。除了有大学自己掏腰包的支持，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临时签证持有者，紧急情况下你们还可以向红十字会求助。红十字会公告说，他们正在从澳洲政府那里获得未来6个月的资金，以提供紧急救济和个案提供支持。针对的呢，就是临时签证持有人群。而这些资金呢，主要是用于给那些持有临时签证，但是因为疫情无法养活自己，有紧急需要的人士，然后包括呢食品、药品和危机住宿的费用。申请者的条件呢，主要是需要目前在澳洲境内持有临时类签证，目前处于紧急经济困难，且无法领取像 Centrelink、Medicare 或者类似的服务，没有收入、储蓄或其他经济的支持。且红十字会优先考虑有紧急需求的人士，例如有幼儿的家庭啊、残疾人、受到伤害的人，或者是身体精神健康方面有问题的人。想要申请的学生呢，你们可以发邮件给红十字会，等资金和安排到位后，红十字会给申请者回复邮件。并且呢，他们疫情期间呢，不会在办公室去提供这么一些服务，所以你们在他们有营业的时间的话，可以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去联系他们。而 ACT 州政府呢，针对临时签证以及国际学生总额为45万澳币的补助计划呢，也在近期启动。该计划呢，将普及到堪培拉地区，包括 ANU、UC 无法从澳联邦政府获得补助的在读学生以及其他 TR 签证持有者。具体申领的方法和条件呢，目前消息还未官方公布，我们纽辛达呢会实时跟进，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或朋友圈。另外呢，由于受疫情影响，很多国际留学生一夜之间呢失去了一些他们本有的一些兼职的工作，使得他们原本的正常生活陷入窘境。ACT 州政府呢，为了缓解这一现象呢，斥资2000万澳元开启了一个叫Job for Canberrans 的计划，开放多种工作机会，希望可以为有能力的国际留学生提供工作机会，来保障他们的日常开销。有需要的同学呢，你们可以通过官方提供的工作机会注册系统来查看一下申请的资格以及目前所开放的工作岗位。
虽然这次疫情的补助其实并不是特别多，但聊胜于无。真心希望政府能考虑更广泛的留学生群体吧，像各个学校的同学们，也建议你们都可以多去联系学校的 student center 的工作人员。学校方面的补助政策，你们应该会有最快最确切的一些信息。